有武功并不能成为盖世英雄，那出鞘和芙蓉我会牢记心中，少林观峨眉剑是什么内容，你不懂我的身法有何不同，有武功藏不住胸中万丈长虹，三尺剑刘军东侠义在手中，西张风行芒东南北和西东，都在说我有绝世武功，你听马蹄阵阵歇有气，他放你过山山如老林身影动九七，世人不知江湖论侠气，有三四历历其中转身分传奇，白石雪衣昆仑和少林，英雄之峨眉空洞武当皆有之，侠骨柔情人勇气，谁是天下第一，别再一世不是你，有武功并不能成为盖世英雄，到处巧和芙蓉我会牢记心中，少林观峨眉剑是什么内容，你不懂我的身法有何不同，江风行芒东南北和西东，都在说我有绝世武功，你听马蹄阵阵歇有气，他放你过山山如老林身影动九七，世人不知江湖乱侠气，有三四历历其中转身分传奇，白石雪衣昆仑和少林，英雄之峨眉空洞武当皆有之，侠骨柔情人勇气，谁是天下第一，别再一世不是你，有武功并不能成为盖世英雄，到处巧和芙蓉我会牢记心中，少林观峨眉剑是什么内容，你不懂我的身法有何不同，有武功藏不住胸中万丈长虹，三尺剑刘军东侠义在手中，西张风行芒出鞘和芙蓉我会牢记心中，少林观峨眉剑是什么内容，你不懂我的身法有何不同，有武功藏不住